这一件我还蛮大推大家买的，因为不论是搭裙子还是搭我们的裤子，我觉得都很完美啊。它的麻花边很美，来，有没有看到正面的麻花边？而且它的麻花边很特别，是边到短袖的位置。还有来这边是素面的，噔噔，后面是麻花边，所以呢，这整件是非常有造型的。它的质料非常的好，是包心纱材质，所以呢，包心纱就大家最喜欢的无限延伸。然后呢，它的毛衣的密度不会很就是开，所以呢，比较不会透风。后背的话呢，它也是做满版的麻花，满版的麻花给大家。然后呢，大大朵的帽帽，好，你要戴不戴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好，那它是做一个超级唯美的 V 领，旁边又做了螺纹的小设计哦。它蛮正宗的咖啡色，因为非常的显白。那如果你们搭外套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就是会不会显黑，这个颜色包准你显白哦，非常的极度亮眼。再来，如果你有一天想要微小性感，完全做得到。再来呢，我觉得它的弹性好到你今天真的很想要很性感，或者是你跟姐妹出去拍照就要露一点什么的话，它是无限延伸，完全可以做到的。好，我们这一次啊，这个麻花上衣是非常正宗的米杏色，超级正宗的米杏色，所以米杏色也非常多人添购，因为想要穿妞儿这种风格的颜色的人就会挑米杏色上衣。米杏色上衣你是连豹纹裙啊、花裙啊、什么裙啊都可以穿哦。